郑阿姨，我妈妈现在怎么样了？你可算来了，已经送进去抢救两小时了，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那你知不知道她怎么就会煤气中毒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们每天啊八点跳舞，可是今天左等右等，你妈都没来，所以我就去你们家看看，结果一到门口，不得了，一大股子煤气味儿。哎呦，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应，我就赶紧打120了。谢谢您，郑阿姨。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，别客气。啊，你既然来了，都一点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谢谢郑阿姨。别担心，会好的。谢谢你，顾总。我妈这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呢，时间不早了，要不你也回去休息吧。雨天夜路，副驾驶没有人，容易打瞌睡。我明天早上再回去。着急也没用，过来坐。今天的雨很大，雨过就会天晴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